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：“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”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
大王先不与你纠缠，此番不存王息，无人与你助力。待我取走这宝贝，哪里不能重建宝刹？况且这玩意儿邪乎得很，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，只好高高供在上面，偶尔骗些小妖怪朝拜敛财而已。若小圣饶我这一次，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，重戴金箍，从此不再离开普陀半步。别听他掰扯，你小猴子！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。百卷轻，千般缘，色与空，弹指间，轮回路有万次劫，求不得，闭上眼，一生功名忙如烟，浮沉落花断不倦。究竟寻常事，有情书不
师父，徒弟还是想不明白，出家人尘缘已断，心海性干，长老他为何偏偏放不下一件衣裳？若不披上这件衣裳，众生又怎知我尘缘已断，金海尽干？千重水，万重山，过了黑风第一关，红钟响，狼蛇藏，烈火熊熊，双目盲，小妖打得费劲，大怪更是仓皇，如此笨拙痴蠢，如何见得真章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黄雀是谁？我看不到。蝉与螳螂倒是遍地乱跑。那和尚乃金蝉子转生，是西方如来佛祖座下第二个徒弟，因听经不专，轻慢佛法，被如来贬落凡尘，夜被火烧是他取经之路的第十一难，后面还有七十难呢。好好的守山大神不做，又跑回黑风山做长生的美梦，可惜空有贼心却无贼胆，骗得了小妖，骗不过自己。他的命自带上禁锢之时便已注定。要说地上什么神仙最多，那便是土地了，官职虽小，人间的事却无所不晓，可别怠慢了，谁知他们背后又是哪位高人。一介凡夫，270岁还不知足，偏要图那一件袈裟，参禅百年不敌贪心一瞬，到头来成了个孤魂野鬼，可悲可悲。
里曾是官位富饶地，一朝书桓贫困起，无业朝气渺壤起。无父无君无法纪，为非作歹有天必。修得大寿皆福利，西风一死也惊奇。哪知不测其祸岂担心，那黄毛年初再回击。凶犯不死好得意，复兴横死却成谜。小施主来此的目的，老衲多少猜到几许。心急吃不着热面皮，暂且助你一臂之力。小心上路，再落得一身窟窿，可没人救。成败生死莫讲究。